彰化慶安宮媽祖聖誕山拄着武漢肺炎的疫情，廟方將慶典縮小規模，這先落來已經開到賣了4500張的額溫檢測卡，來贈送給彰化區內底的7間學校，讓學生會當隨時量體溫，用媽祖的大愛關懷學生健康。今年彰化慶安宮媽祖聖誕，煞來拄着武漢肺炎疫情，廟方是將慶典縮小規模，並且也考量疫情危害持續擴大。是将节省下来经费购买了额温检测卡，来送到彰化区内各学校，来替妈祖行道保护学生的健康。他圣诞一些节省下来经费，制作额温检测卡，发给我们境内的七所小学，让小学生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我检测，多加注意自身的健康安全。该庙所购买额温检测卡，由总干事魏淑珍、甲委员廖佩玲等人送到彰化国小，由该校主任简世忠代表接收，也感谢庆安宫的神迹。那非常感谢我们庆安宫可以提供这样额温贴片哦，让小朋友可以在家自行的检验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义举哈，那真的很感谢妈祖的这个神威广大了哈，让这个孩子哈都能够得到庇护。另外，彰化慶安宮日前向妈祖宝贝请示，将要伫国历4月10日办理林宝营王四温消灾祈安佛祭，将要伫庙埕适当举办法会，向上天祈福求平安，由东干事会陪同大法师参拜。不过，前来参拜的民众爱来配合相关庙方防疫的指示。记者萧建伟，彰化区采访报道。